妹妹好友赖爆料，妹妹竟然连这种事情也干得出来。他曾经想过我的，我喜欢的人。这种事情可以原谅吗？我觉得不能哎。而且还有人私底下抨击其他妹妹。就我跟我朋友还蛮常讨论，就是黑社会哪个妹妹很可爱什么的，然后他常就会不以为意说，也还好吧。有聊到哪一个妹妹很可爱？爆点来了。超惊人的内幕即将撕裂妹妹之间的友谊喽！社会三个啦，同学们请坐，欢迎助教毛弟。我们是不是已经入秋了？穿着这么厚啊，好吧。你自己有没有很好的朋友？自己啊，有。我是圈外的，圈外的有，就是学校的朋友。哎，你们那九相风讲的就是友情的部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后来发现，其实感觉好像友情会，比如说经到一段时间，会感觉有一些。争执，你哪一个朋友现在是让你觉得像我之前最后悔、最常吵架就是跟李泉，因为我们就是同住在一个屋檐下，就其实很多小事情就会变成就是大事情哦，对对，会就是会小吵这样，累积出来那爆发，就愤怒就会忍，就是会忍对方，就要互相尊重什么的。我觉得朋友之间哦，从小到大，我个人认为最好的朋友就是高中那个阶段。真的对不对？会一直长久一直联络下去，你当然不知道，你还没读高中，是不是桃子？对，而且因为就是大学啊，没有固定的教室，没有固定的座位，所以其实你跟班上同学啊，而且课又不一样，就是不会像高中有同样座位，然后旁边坐谁，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啊，每天都固定会见。对对对，我个人现在有一群玩伴是从国小就开始认识，国小、国小、国中，然后一直到。现在我们都还是好朋友，哇！但那种感情绝对是不一样。今天呢，我们请到了几位妹妹当中的好朋友，哇！是圈外的，你们一定不知道她会出现在这里，好不好？谁？然后她讲的这些呢，她等于是爆料嘛，她讲出来的话，我们希望。妹妹听到就自首，说那个朋友是我朋友，他讲的那个人是我，好不好？好刺激！马上进行哦，好朋友来了，马上来进行秘密好友来爆料。咱们找到了妹妹们的好友，看看妹妹们私底下有哪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。第一位好友，他每次找我来哭诉，都是因为太多人追而困扰，太多人追。有这种事情，有这种，真的？你觉得是我？破音了吗？沈佳，你是什么变身？你是这种会跟好友哭诉说自己太多人追吗？不会，我不会哭诉这种东西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不会哭诉，我会炫耀，我不会哭诉。你最近有很多人追吗？是有人害了。感觉咯，感觉他很怕我啊，拽的嘞，拽的嘞。对对对，大家都很怕你，那给你一个美美的七秒定格，让更多人看到你的美丽，也会有更多人怕你哦。绝对会是谁？文字？我也觉得是强强啊，因为应该就只有他有这种困扰。这位一号好友，再讲一个。红师，你猜？可是这个
点就让我更确定是强强啊。对啊。低了，我最近还烧香哎，我掉下去掉。他在我们前面是这样，但是跟遇到男朋友就是就会玩假的，没有，我没有听过。对啊，还有怎么样？有一次强强就用很可爱的声音跟我讲话，我吓到。讲一下，对一下。他好像就说糖果，糖果。哎，还有，记住了吧？安娜这边，安娜也有。家，然后他就会把他狗在那里，好可爱哦，然后就一直用命去看他的狗，而且还会强迫我们说，对，你看狗狗可不可爱？然后我们就会叫我摸摸他，说你看他多可爱，这样。大家，你私底下有这样嗲声嗲气吗？我嗲声嗲气有没有听错呀？强啊，怎么这么调皮啊？不可以装爹声吓人，还好农历七月过了，不然不知道会吓死多少人。下次不可以这样子了。觉得是不是你朋友？应该不是吧？真的是太不了解我了。好，我们来把帘子拉开看看，到底是谁的朋友？请开门。请问你是谁的朋友？强强。香水擦的也蛮多的哦，没有，不是香水，有哦，是乳液哦。走同一个个性路线，他私底下真的会嗲声嗲气吗？判若两人。怎么说？哪有？就是私底下跟他相，那时候还不知道黑社会妹妹，然后私底下就刚跟他认识，嗯，然后那时候觉得说，哎，这女生怎么那么可爱？然后就是很会撒娇，我撒娇。结果后来发现他是黑社会的时候，我就看了一下电视说，哦，有市场误会。荧幕上给你什么感觉？荧幕上很脱序，而且脱序。你是谁？这种感觉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没有啊，我就是他，其实就是我那时候就是也算打工的同伴，然后现在就是跟我就算是同一间打工的地方的哦，嗯，但是我没有做了，对啊，然后之前就是打工认识，然后就还不错。你可以不可以示范一下嗲声嗲气？我最近还刚感冒哎。毛弟，是吧？假装现在天气哦，我跟你讲，黑社会是全亚洲都看得到。他们如果看到这一集，你可以嗲声嗲气的话，你的 range 就广。你现在跟他撒娇，把他当做你的男朋友当演戏啦，要很嗲哦。所以我有什么角色，我就瞪着就好。很酷的，就是我喜欢雄壮的。好大了。循序渐进，你先跟低年级生交往。然后再跟校队的，好不好？准备，小孩，对 ，Action。Hello， 弟弟。好恐怖！太跑。嗲声嗲气啊。Hello。你好帅哦。谢谢。你喜不喜欢我啊？这我觉得不是。咔咔，对，他应该不止这样了。刻意保留干嘛这样？对，你干嘛这样？强强啊，你是不是有搞政治啊？怎么那么像政治人物啊？打死不认就算了，装不知道也装得这么不像。因为他是不是很想当林志玲？是不是这个事情？对，就是第一名模之类的吧。对对，但你却认为他是什么？老实讲，没讲出来。他是黑社会妹妹。的什么？他上面不敢讲了。对，我说出来，说出来。他说，他呢超想当林志玲的，但是。